常飞行时间17个小时，飞行距离600多公里，在天上不累吗？不饿吗？不渴吗？当然会啊，在飞长距离的时候也和你们开长途汽车自驾游一样，就是吃喝拉撒方面的问题都会考虑到。吃呢，我一般是带点零食或者水果，但如果你不嫌麻烦，什么瓜子、花生、方便面、炸鸡都是可以带的。喝酒比较讲究了，因为天上风比较大，然后呢又一直被太阳照着，就其实还是需要喝水的，但是又不能喝太多，这涉及到我们下一个问题。你就根据你的需求带个什么矿泉水、脉动、八宝粥，看你自己需要啊，偶尔喝一点没问题的。拉萨就没有那么方便了，因为在天上不能像地上那样随时停车，所以呢就有的人他会选择憋着，有的人呢用尿不湿，也有的人呢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像这种没人的地方就地解决，这个打开嘛，这个袋子打开就地解决，我觉得不好，不行，不文明。再说呢，你不是有瓶子吗？实在不行嘛，我们就去降落嘛，找个没有树的地方。会有那种恐惧感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会觉得肾上腺素增加，对不对？对。心跳有没有加速？呼吸有没有觉得变急促？小腿有没有稍微颤抖？然后呢，整个手腕已经是一直在冒汗。表示你对了，下降。小腿有没有稍微颤抖？然后呢，整个手腕已经是一直在冒汗。下降。那种恐惧感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会觉得肾上腺素增加，对不对？对。心跳有没有加速？呼吸有没有觉得变急促？小腿有没有稍微颤抖？然后呢，整个手腕已经是一直在冒汗，表示你对了，下降。